火山先，跟住之后去。系啊，首先个问题，你要收翻我入工位。哇！唔系呢只速龙，边度去个 boss 啊？等我只 boss 出嚟玩下先。你要搵 boss 出嚟玩啊？睇下啫嘛，帮到你。唔系，我亦非要你头人兜只揼落嚟俾你噶，只需一蚊。一蚊咁抵啊！一蚊又玩得过。一蚊咁抵，喂，你自己整安。系，收到收到。僵尸到到了啊！喂，领养唔到。喂，僵尸到到了。咩啊？你坐唔到咩？你喺出边定入边啊？你喺边啊？唔系，你拍翻下咧，你会见到一只金骨嘅一条龙嚟。哇，好得意啊！僵尸到到了，但系佢跑得好快，追住我啊！救命啦、啊！你骑唔到咩 ？Wing 骑唔到啊！你喺边啊？咩啊？你见到我咩、欸？你唔系喺入边嘅？救命啦、啊！唔系单机自己玩啊！我系喺度揾紧一只属性虫，叫佢哋帮我手捉。但系问题是我揾咗好耐，我都揾唔到啲奇怪嘢，又揾咗一堆僵尸到到了都俾我见到嘢。重點都是我想找隻有屬性的來捉，找了整晚都沒有任何。是不是過去啊 Case？ 我過去啊，誰過去啊？最好，這裡沒有人過去的，他們出了，最好裝騎這隻。有啊 Ken， 建議穿雪裝。哇，這架是拿來捉東西的翼龍來的。是啊，我不是說 ABCD 咯。 Case 你沒見過我捉風神的嗎？我見過啊，我見過，但是直播大家沒看過嘛，所以我決定帶大家去看看。喂喂 Jesse 做咩啫？嗱你跌咗落街，零跌咗落街，我俾你啲嘢食咩嘢？啲咩嘢？食你吞咗先好啊！你翻嚟小红为你骑只化石飞龙过去啦，系啦，化石飞龙最快，出事，够一分钟可以过到嚟，顶出事啊！冇问题啊，又死咗，我揿错咗，又冇死。有冇死得咁多？哦，我估到佢揿错咩咧？吱吱，做咩？同志人物啦，新升过，唔系嘛？加飞，帮你唔到啊！呢样嘢真系，我错错经验水嘅咩？哦，可以有，要几多支？咗啦，个人咩啊？右下角度可以揿翻啊嘛，重置人物咯。等阵先，唔系喎，有啊，冇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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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系冇事冇事，吓死我，吓死佢。唉，你系咪揿翻取消啦？揿翻取消。喂，唉，冇晒啲个心嚟到咧。哇！阿 Chris 应该边个话只化石飞龙？嗯，呢只咯，青蛙最快。哎呀，阿青蛙噶，怀疑都未顶喎。俾翻阿 Chris 我哋啊！对唔住啊，青蛙，整间碌架床喺你。青蛙，我唔会整死你只嘢噶，应该冇嘢睇嘅啫，三秒搞掂噶啦，通常。搞掂噶，你见到啦，见到只嘢嚟噶啦，嚟啊！哇，呢一座嘢直接飞埋去，咁就卡住咗只风神翼龙啦，超快，咁就捉住咗佢啦。要打咩啊？你？你要等我呢只风神嚟哦，有得哇！你哋骑咗咁多只风神出嚟嘅喂，冇啊，我骑咗啊！呢个方法咧，其实就系用嗰座嘢一路飞嘅时候，嗰嚿嘢冇实体系嘛？介唔介意？系啊，飞嗰阵时系一件熟，只系一件好装饰，但系停低咗就系一件物品。系啊，咁就会变咗就有个龙，跟住之后就会完美咁样卡死咗佢。咁佢就会企咗喺度啦。所以你明点解一堆风神啊？嗰你屋企系咁力啦，因为佢个数值咧系唔同，佢当嗰样嘢咧。唔系啊，分开啲风神摆咯，唔好放晒一齐咯。好啦，呢座就俾阿 K 啦。我唔要啊，唔要风神啊，你哋有就得啦。我净系想要只鹰同埋一只，同埋一只可以喺陆地飞嘅嘢，唔系陆地飞，陆地行，打得飞嘅嘢系有啲难。呢个真系。收工，捉咗。我想问下884 level， 即系升完之后系可以过1000 level 嘅呢只嘢。其实冇上限嘅，我只只都可以。冇上限，该 Ken， 因为我 set 咗冇上限，所以就、哦、如果唔系咧，其实就有。咦？咁其实我而家捉只几多 level 都冇所谓嘅。喂，唔得。系啊，只要你有心升咯。但系我又唔知点解我改咗之后，你哋就全部追求晒啲高 level 咯。